睇下沃尔玛啲鸡蛋啊，而家啲货翻晒嚟啦。哇，不过价钱唔同咗喎。嗱，3.67啊，冇咗过往嘅特价喎。过往啊写到明系卖两盒咧，就变咗3蚊啊嘛，而家冇咗。3.07呢个照旧。呢一個咧就單價計一盒3.67，感覺冇咗個優惠。過往我一次個立兩盒啦，過往一次個立兩盒就變咗平價咗嘛。佢而家咁樣咧，即係取消咗個優惠啦。哇！呢個雞髀好似好抵喎。6.675g， 4.97 honey garlic， 傷風感冒藥就攞咗啦。呢個 cold and sinus， 即係鼻塞嘅傷風鼻塞。雞啊，全部加曬價啦！呢啲成12蚊一隻雞，呢啲無激素雞咧變咗13蚊啦，冇得傾啦，唔會減翻。遲啲唔知會唔會減啊？即係如果疫情過後啊，在美國那邊的新聞咧，都係講肉價將會貴噶，即係豬牛雞啊咁樣呢啲肉類，全部一路加價，有加冇減機制。